哎，美女，你怎么了？一个人在这儿？你谁呀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觉得你一个人在这儿太不安全了。不要你管。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，我车就在这儿。你很有钱吗？你开这么好的车，我不要你管，你走吧。那你能跟我说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我男朋友把我给毙了，还把我赶出来了。哎，别这样。渣男怎么了？抱你一下都不行吗？你们男的没一个好东西。不是美女，我也挺讨厌渣男的。那些渣男吃着碗里看着锅里，伤害了女生不说，还让女生觉得所有的男人都是渣男，这对好男人非常的不公平啊！那你是渣男吗？我肯定不是啊，我都单身好久了。还要不我给你叫辆车送你回去吧？你这样真的太不安全了。我不回去，你别叫车。用你的车带我回你家，明天我陪你去修手机。哎，我也不想让你陪我手机，我自己修就行了。我只是希望你这个跟我没有一点关系的陌生人，现在能安安全全的在家里就行。渣男！喂，大哥，我喝醉了，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？哎，谁爱管你啊？哎。